好，比较大的钻石，我们测试用这一个台面上这个光纤的大的光纤管的出口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一个钻石放上去，好，看看那个，好，这是天然 EA 型的，这个机器呢，我们甚至可以透过这个塑胶袋来做检测。好，把它放上去，好，这也是天然 EA 型。好，再一个一个再往上放。好，这个是2A 型，这个是刚刚要生长的。这颗是 CBD 生长的钻石。它是 2A 型。好，再来是一颗天然褐色 2A 型，刚刚改色的。出来也就是 2A 型。好的，我们这个用光谱测了以后，若是 1A 型。它的就是我们确定就是天然的，如果是 2A 型，有天然的，有合成的，因为天然的2%是2A 型的，所以说碰到2A 型的，我们做进一步检测。好，我们来准备。